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とりあえず3時半まで時間があって、45分ぐらいです。で、2課の方からですね、ご感想とかいただければ、それとですね、ご質問とかあったら、東京大学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いいですか。ではまず私はね、チベット語で質問して、次に日本語で訳しておきます。你们那的去的本是个烟，不安度呢用的不巴西烟，如果就那个我那日本那用，但他们都对日本的吃食的比较啦，好像都甚至些个用。他们呢，你看不出来，扎西的那个产值，是个烟扎西的嘞。但你的主要的嘛，只管那主要的，主要的这个烟个集中，当然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烟。当然日本的用的老中的写进把的然后当他们做成中扎尼们整顿的撒动的所有中要被切碎了把的也那样是初期你用的撒动的真的心情是用的撒动的特别打动你都蒙不是特殊些特别没把的因为特殊些把的特别性的没把顶着蒙不是通的第二年冬第二是能去个那个大瓦点中等就把吃完没吧下面年纪个是这个能动个盘托跟那个三团结来什么呢龙武区个员工那种的那个吃是个吃是个比新几个能啊点中这个把的下面年纪个是这个能动对上呢新几个是当写进有这个新几个写动的啦起完门这个가주시근데요가미시근데요이나양카시키와카시지디다디댄존치와메바아니샘영지스로와디출극개자들이에가바짝행데다캠프승가내가다와댄존땅쇼바치와메바야나지샘영지스로와디체스리피신준나잖아주인생임은콜라주공스요나주소나나当げて日本から見ていってるけんて。まず質問の背景として、私15年前に日本に来て、ずっと政治学を勉強してきました。それで、まあ日本の政治といえばそういう自由民主主義、法の支配、平等、公正の原則が基本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しかし社会の現実と結びつけて、それを研究してみると。まだ多くの問題が解決できない。そして解決する方法にも足りないという部分が多く感じてきました。それで10年前からそういう仏教の中の縁起とかそういう非暴力、慈悲という概念の具体的な内容を導入して政治学に導入して研究してきましたが、多くの学者からは評価されました。しかし一部の学者はそうしたそういう縁起とか慈悲とか非暴力というものはそういう宗教的な概念であって政治学にそういう受け入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というかね違和感を示す人もいます。それでそういう憲法はそれについてどういうお考えを持つか質問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藤井さん、なそう、でね、这个这国家的哈将各政企但你去南巴但得让德日个大龙不办个的有啥的但你那去南巴藏马拉这个英文那这个这个扎西德勒西几当那但你是他这样的去南巴拉这个大家人家就送头去都所以那英文那搞出全部有但你你也跟你的你现状的你可能跟你的用的你把这个用的了。他说：“那我用韩语来讲他的。”他的这个问题呢，刚才我理解的是，因为从一些政治学角度讲，就是是慈悲，还有这个元气空性的智慧，这两个来，冷不冷这个就是治理一些
所谓的我们实践的一些这个真知的这个事宜。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呢，因为我去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国家，每次去一些国家的时候呢，有时候感觉到我们人还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慈悲心。尤其是我这次到非洲，感觉很深，因为全世界的很多的国家就是为了抢夺这个非洲的钻石的资源，30多年以来就是发动各种战争，所以有时候是文化的这个掠夺，有时候是这种财务的这个掠夺啊，就是没有慈悲的人呢，就搞各种各样的表面上的一些事情，但后来就是得的都是互相都是沮丧的，所以从我的意思呢，从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呢，就是都有不同的这个观点，都有就是自己的观点来就是出发。但是按照一些藏族的话，就是藏族是由来的是由佛教文化作为基础的主流思想的，就是这么一个民族，所以这样的民族的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以可能慈悲心和缘起智慧为主的话呢，也许对我们整个全球的人类来讲呢，就是非常有利的。对我们本民族的这种文化也好，佛教也好，文化跟其他的相关的话呢，我觉得是这种慈悲和智慧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全球的各种各样的发生，就是各种各样的掠夺，各种各样的侵略，在这些情况下呢，我就深深感到，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就是具有慈悲心是非常重要。私はいろいろ国に行ったことあって。私は慈悲は非常に必要なものと考えてます。例えば私はこの前アフリカにいて、アフリカの状況とても厳しくて、例えばアフリカにはダイヤモンドがあって、そういったダイヤモンドを奪うためにいろいろ戦争を起こして、それは文化と物質の堕落だと思います。もちろんそれぞれの国とそれぞれの民族は自分の考え方、習慣が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ただし私はチベット人としては、チベット族はチベット仏教がある民族で、チベット人は延期空想の思想、慈悲の思想があって、そういった思想は今、世界のいろいろ災い、戦争、に対して、きっといい影響を与える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ですから、慈悲と、延期知恵の考え方は非常に重要だと私は考えています。先ほど先生が仏教の信仰心と慈悲心は知恵から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ふうにおっしゃ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して知恵を得るためにはその仏教のちゃんとした論理とか根拠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勉強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におっしゃ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でも多くのその理論とかを知っている、例えば仏教教の、学者さんとかでも特に日本はそうなのかな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の信仰心とか慈悲心とかが伴ってないというか、すごく理論はいっぱい知っていても、そのすごい重要な信仰心や、慈悲心が生まれてない方たちもいっぱいいるような気がす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先ほど知恵があれば、出てく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けれど、その辺はど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たらいいのかお聞きした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お願いします。这样的，因为佛教 有一些是学术界，学术界的话呢，不仅是日本，包括美国也好，包括现在在汉地的话呢，他们是只是一个学术的这个研究，花可能很多年了，但是它并不是一种信仰，它也并不是像大乘佛教的一种佛教徒，
就是如果是大乘佛教的佛教徒呢，他既要有慈悲，也要有智慧，这个很重要的。但仅仅是他是对佛教的一种爱好者，一种学者，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不一定是具足慈悲心。即使不具足慈悲，也是他的自由，因为他喜欢研究，而但他也没有像就是受什么大乘的戒律啊，也没有像就是帮助众生啊，就是这是他喜欢。就像有些美国的话呢，就是在非洲就为了研究移植料，就是然后他就30多年一直在非洲大陆上，就是拉着照相机，就是跟着他，就是也有这样的爱好者，就这是每个人的自由。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な質問に対して仏教の研究学術学問とは仏教の信仰とは近くて日本だけじゃなくてアメリカ中国でも今仏教の研究を非常に盛んになって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研究者自分自身が仏教徒ではないので、もちろんでも本当の大乗仏教徒というのは知恵と慈悲が必要としてますですがそのある学者が慈悲がなくてもそれは向こうの自由だと思いますもう向こうが大乗の戒律を受けなくても向こうの家庭ですそういった学問に対する趣味だけです例えばある人がアメリカ人がアフリカ研究するために30年の間にカメラ持ってずっとアフリカ行ったりとかしてそういう人間もいますですから学術研究と仏教徒としてのこういう研究理解はまた違うものと思います。您刚才提到说什么什么样的有那个什么什么样的行为，这个不是真正的藏传佛教的思想的精髓。我想问一下，真正的藏传佛教的精髓是什么？还有就是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还有北传佛教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谢谢。我刚才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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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这样的，我刚才就是说什么什么行为，什么什么情况下，什么什么这个这种作用，在什么什么范围当中是什么什么不是藏传佛教？这个原因呢，确实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藏传佛教，包括我们佛教里面，就是有一些做护供啊，就放这个在内地现在比较普遍，就是很大很大的这种护供，就是然后就哇，就是下面有一大堆这个信众，就是哇，仪式做得特别特别好啊。然后现在有些就是光做那个堕马，就是就好多信徒就开始做堕马。然后有些人就是开始这个就什么吹锣啊，就是然后就各种，这种这个数过啊，就各种什么什么的这种行为啊，就属于什么什么特别多，就是，这些呢，就是实际上，因为我们问他就是什么是菩提心，什么是处理心，什么是智慧的话，就一窍不通，老师也不懂，学生也不懂。那这一段的话呢，就是会做很多的不是佛法的行为。佛教本来有它有严密的戒律，它有一个思想，它有一个行为的利他的这种这个一些指导，但是这些都不懂。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别人认为是哇，就是藏传佛教，就是可能是天天都是在就敲敲棒棒，就是张张张，就是各种。但实际上呢，就是它只是一个部分的内容。如果有思想的精髓的情况下做这些可以的，如果没有思想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个大学里面就是有大学的教育，然后在这个大学里面跳个舞可以的。如果这个大学没有任何教育，光是有一个舞蹈队的话，东京大学就是不叫东京大学。所以我就是说的这个他有他的这个佛教的教育思想。今チベット仏教の中いろいろ人がごまたきばっかりやって、これ信者さんこれに対して とても興味があって、また、まあ、例えばある人がドルマそういう供物ばっかり作って、太鼓とか楽器とかずっとやって、でも彼らに対して母体心というのは何ですか、出離心というのは何ですか、知恵というのは何ですか、
聞いたら向こうも全く分からなくて、学生だけじゃなくて仏教の先生も分からない。ですから、実は仏教の中戒律もあって思想もあって利他の行為もあって、もしこれが分からなければ、ただのその先生が言った何々でパラパラなんか音楽やったりとか踊りやったりとか、それでも仏教ではないです。例えば中心思想、思想があればこういった行いあっても問題ないと思います。ただし思想がなければこればっかりやっても仏教にならない。例えば大学で勉強しながらどこかで踊りやったり、それも東京大学の学生でしょう。ただ東京大学の中に何も教えない、ただ踊りだけ東京大学の東京大学になりません。其实南传佛教呢，当时佛教的这种思想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呢，就是这些，他们主要强调，可能出离心，就是自己获得解脱。然后北传佛教的话，当时这个佛教就进入到这个汉传，然后他们呢也算是大乘佛教，就是主要强调一些禅宗啊，还有念佛法门呐。然后藏传佛教呢，我刚才讲了，就是它是基于喜马拉雅，就是然后在藏地兴盛的。其实佛教就是当时进入不同的这种三种这个体系的这种文化，然后呢就是形成了不同的这种佛教，就像你们日本佛教也是当时也特定的历史下，就是在日本形成的这种特殊的这个日本这种佛教一样。スリランカ、南天、北天のチベット仏教、何が違うかというと、上座部の仏教は主にスリランカ、ミャンマー、タイに経由して伝わってた教えです。北天というのは中国に通じて広めた教えで、その中に特に禅と浄土の教えよく知られています。チベット仏教というのはヒマラヤ山を越えてチベットに伝わってきたです。それぞれのところはそれぞれの文化と結合してそれなりの仏教になって、そのような3つの体系の大きな体系の仏教になって、同じように日本でも日本なりの文化と一緒になって日本なりの仏教が形成されています。刚才你说的是藏传佛教是什么内容的话，其实它的内容有仙宗和密宗，然后仙宗当中呢主要讲出离心和菩提心和无二慧，密宗当中呢更胜的一些他的假心和真心和慧心的这样的这个修法。像我所在的佛学院当中呢，基本的这个课程要完成的话，那就是需要15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很多人不要说15年，就是15天的时间都可能没有正统学习，然后搞一些形式的话，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佛教。チベットの仏教のエッセンスは何かというと、チベット仏教の中には謙虚と密教の教えがあって、謙虚の教えにおいては出離心、菩提心、知恵の教えがあって、密教の教えの中には結教、本教の話、教えがあって、例えばチベットの仏教学院には数年をかけて勉強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ただ今の人は何年かけることもなくて、何日でもこう教え聞きなくて、もう形ばっかりやってような人もいます。今回の講演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ずはじめに、そうですね、私はいろんな各界の人が来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ごく普通の一般人ですが、先ほど先生もおっしゃった通り、愛や慈悲を持つためにはなぜ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昔から経営者になったりマネジメントをし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ありまして、で真理を考えることについてなぜという質問をいつも自分にもしてきたんですが、それ以外にもそうですね、このチベット仏教の観念から必要な習慣であったりとかがあったら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藏传佛教的真知学、经济学还有金融学也比较复杂。实际上我觉得藏传佛教呢，它的这种慈悲心和利他心呢，可以在用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当中。什么说啊，就是任何一个生活当中。
因为我没有故意的害他，我尽量的比较真实的，然后呢就是去做我的这个经营工作，这是按照这个佛经里面呢都讲到，就是佛经里面有一个叫做三神经啊，还有阿含经，阿含经里面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践人呢，他可以用这个经商啊、农业、工业等等，就是经商就是做生意，就这种是完全可以的。所以我们就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和对别人的利他性的前提下呢，我们该做就实践的这种生活呢，都是可以运用的。所以当然可能做藏传佛教的真正的这种经商理念的话呢，就可能没有特殊的，但是呢就是佛教的这种经商理念呢，就是在不直接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做正常的经商是非常合理的。チベット仏教の中の実は、チベット仏教慈悲と利他の、心は、日常生活の中にも、生かすことができる。例えば人に対してわざと、害を与えない。例えば仏教の中の阿根教の中にも、接続の、在家の信者でも、農業商業いくら、どのような仕事をやっても、構わません。ただし人に対する害を与えない限りに、損を損なわない限りに、人に対して尊敬の念を持って利他の心を持てれば何の職業をやってもいいというような教えがあります。ただチベット仏教には特になんかビジネスに使ういうような教えとか特に説いてない。でも仏教の中に人に対して損を与えないという考え方は日常生活あるいは仕事には生かせると思います。因为接下来我也很想学习上师翻译的那个路菩萨行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以后如果慢慢的学得深的话，藏语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障碍？因为就是藏传佛教非常讲传承，但是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读的都是非常感恩上师，就是翻译了这么多的这个经论让我们来学习，那么在这当中会不会打折呢？就是我这样，所以我会有疑惑，我会有时候会没有信心，因为就是那个原来的那些传承都是用藏语的，但是我好长，我也背不下，我就是很难背出来。OK。所以，然后上师在那个其他大学开始的时候也曾经说过，要就是我们多多少少应该学习藏语，所以我对这个我们从就是以后应该如何更好的学习。我一直就是有这心里面有疑问，就是感恩上师。如果这个内容就直接传到对方的话，都是应该没有什么。比如说佛教刚开始是梵语、印度语言，然后它就是传到各个国家，就各个国家的话呢，它的加持啊，它的传承都没有损害，一样的。藏语如果以汉语的这种方式或者汉语的内容传输的话呢，应该不会打折扣的。当然如果学得好的话呢，是也是很好。我每一次去一个国家的时候呢，很想学这个国家的语言，但是可能人生短暂，不一定来得及。もし教えの内容中身ちゃんと伝えれば問題ないと思います。昔仏教の経典もサンスクリット語で書かれてて、同じように各国語の言語に翻訳して、ですからそれは問題ないと思います。特にチベットだけに習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ういうわけでもないです。もしでも余裕があればチベット語習ってもいいし、例えば私自分自身がいろいろな国にいていろいろな言語も習いたいですけれども、でも人生が短いからそれは私にとってはできないです。質問なんですけれども、日常生活の中で、知恵を磨いていく方法について、ご教示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日常生活当中训练智慧呢，
有两种方法，有一种方法呢，学习，就是学习是也是训练智慧的最好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就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比如说好吃的，然后用好吃的这个食品，就是来这个训练，就是自己的智慧。然后遇到不好吃的，然后又把它就是当作一种训练。遇到好人，遇到坏人，还要不管是到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开心的事情、痛苦的事情，都把它当作一种训练智慧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最好的。日常生活などうやって知恵を磨くということで、2つのポイントがあって、1つは勉強、それは知恵を訓練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それから日常生活の中、いくらどういう状況、逆境、いいこと、悪いこと、おいしいもの、おいしくないもの、そういったことに直面して、そういった状況の中でも知恵を養う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います。上师您好，就是说我的太太是您在南京的一位非常有识的信者，她也跟您一起合过影照过相，那么这次是她让我来听一听您的说法的，您的想法。那么我是一个在日本已经生活了就18年的一个中国人，生活当中有过很多很多艰难。我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社长，那么从这个有过政治问题以后呢，在我的心目中呢，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疑问，就是现在在日本的政治社会上有一种南京大屠杀的捏造这么一个说法，有很多就是说日本的你看我又更想，就是在日本有权有势的这些人，他们问过我说，问我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那么我当时回答他们的一句话说，不管是30万人也好，还是3万人也好，还是3000人也好，这个行为是作为人类当中不可以去原谅的一个行为，那么他们都没有给过我一个正面的回答。那么我继续在日本生活的情况下，我需要想向大师请求，能够告诉我接下来我应该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以怎么样的一个慈悲心来面对这个样的问题。谢谢。南京大屠杀的这个有些历史呢，我也感兴趣，我也看过很多，研究过很多啊。但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也是一种人类的悲剧，这个我觉得是跟人们人的心态也好，中国人的心态呢，我们人与人之间现在不应该有任何的隔阂。因为在那个时候的人类的这个状况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糟糕。现在就是非洲的南米比亚的人呢，当时渡过就开始占领这个南米比亚的国家，就然后他们德国就是为了这个试验这个科学，就是大概是八百万人带到德国，然后去做这个试验。那么现在的话呢，德国就是承认什么呢？他就当时这个纳粹人的这种就是当时的这种杀害，就是这个是德国承认，但是德国呢不承认非洲人的这种杀害。所以很多的政治的问题呢，就是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呢，就是也可以做一些参考和或者是会议，但是也没有必要我们很多人的这种人的这种现在的这个人的心态呢，就是应该是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过下去。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我觉得是包括高层的一些这个政治上的演习呢，对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呢就没有很多的关系。我也问了很多，包括去年前年，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些听讲的，有些我的有些朋友也是认识，我以前也是问过，就是比如说中国这边的一些电影呢，日本这边就是他是怎么看待的，然后我就好奇心的就是问过很多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是佛教有佛教的他的一种观点来，
实践人生活有实践人的生活方式，然后政治家有政治的一些理念，过去的历史有过去的历史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就是包容的心态来，用一种这个过去的人类的一种物质呢，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判断很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应该一个很好的这种合作也好，很好的这种学习开放的心态，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否则的话呢，这个这次我去南非还是有些问题，我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到时有时间单独跟你说。それ南京大虐殺の話なんです。私はこれについて興味が昔にもよく本とか読んだりしてますけれども、これはどういう角度こういうことを見るかというと、まあ政治家は政治家なりの考えがあったことがあって、世俗の人は世俗の人の考え方があって、仏教徒にとって仏教の考え方があって、ですからこういった人の考え方はあまり個人とはあまり関係な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からあまりそういった見方に影響されない方がいい、寛容的心、開放的な心を持って応じ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啊，怎么断呢？非洲的没有，非洲的我没有，要翻非洲。哦，那个，そして私はアフリカに行って、昔、ドイツが、アフリカの、幹部那个国家，非洲国家那个叫什么名字？南米比亚。ナイビアに行って、ドイツ人がナイビアの人をドイツまで連れて行って、いろいろ実験でいろいろやりました。ドイツ人はこういうことを認めましたけれども、ただしそういう黒人を殺したことを認めないです。でもこれは過去の話、いろいろ過去があるから、今の私は今の考え方を持って寛容な心を持った方がいいです。私は今回もアフリカにいていろいろ感想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た後であなたとそういう経験をあなたにシェア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本当に日本人に本日お会いできて非常に光栄に思っています。私は真言宗の僧侶です。このような格好を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日本の真言宗の僧侶です。育ちリンポチェが、本日お話をされていたように、かつて日本の仏教界では日本チベット仏教についてラマ教などと呼ばれて、誤解がされておりましたけれども、今の日本の仏教を学ぶ大学では、特に真言宗の関係の大学では、チベット仏教について漢文の経典の原点としてサンスクリット語の経典を学びますけれども、サンスクリット語の経典、真言宗、まあ、密教経典の全てがサンスクリット語の原点が残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チベット語で書かれたさまざまな経典の解説書、そういったものも含めて、自分たちの真言宗の教えというものを改めてチベット仏教を通して学び直す、そのようなところまで来ております。今後とも日本の仏教とチベットの仏教が互いに切磋琢磨し合いながら進めて、仏教の教えがこの後も世界中に残っていく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また育ちリンポチェにはそのように現在日本の仏教界ではチベット仏教が理解をなされ、正しく研究なされていることをご報告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仁波切你好，作为最后一个提问的人，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同时平时都是在电脑上通过视频还有您的一些微博看到您，今天看到活生生的您觉得很惊奇。非常的感恩。我有两个问题希望请教您。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仁波切刚才说的，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智慧在里面，可能看一些佛教的书籍，包括一些思想，可能中间会出现一些错误。比方说，在我很久以前，就是通过朋友的介绍，只是通过一种兴趣的方式，
看过就是西藏生死书索甲仁波切的这本书，可是对我来说可能只是当成一种像小说的形式去看，也有可能在中间很多的内容我并不是理解它，非常的浅显。也有一种最坏的可能，可能有一些内容我理解错误了，并实际他真实的想法并不是那样的。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对一些初学者要怎样能保持自己有一种正见，而不是在这一条佛学道路上走的一些偏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网络，大家接触很多东西，不知道哪个真正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所以说一开始我们要如何去保持这种正见的心。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您说的慈悲还有一件人世的这个大爱，我们可能身边很多的朋友如果相处得好的话每天很开心，但是周围总是有一些不如意的人在自己的身边。就像您说的，如果对一些坏的人我们也要爱他，因为他的痛苦可能以后我们也会发生，我们也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作为年轻的我现在来讲，还是很难去爱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觉得自己是恶人，马上自己心里也会升起一种憎恶的心理。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如何去处理？谢谢您。你的这两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对佛教的思想，其实我认为先应该有一个有经验的有智慧的一个老师啊，上师，在他面前亲自听授也好，或者是通过现在的这个包括一些网络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传播，让长期的学习，可能佛教的这种思想，因为它很深啊，就短短的可能一两个月啊，就是这样不行的，至少也是十年八年，就是去传习。然后每一本书呢，就光看一半，看销售一半，就可能不行的。比如说，我刚才跟这个翻译啊。就是我跟他推荐，就是他还是比较有智慧的，然后我说你看这个几乎论史的，其实刚才教授也是原意想听这个几乎论史的中观专案论。中观专案论我刚开始在我的上师面前听一遍听不懂，后来我自己看了两遍，后来我给别人讲一遍，后来我去翻译，由翻译以后我再给他用汉语来讲，我现在呢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比较明白，就所以可能我们对某个特别好的论点呢，要再次的把它校纳，就是一定要很认真的反反复复的，尤其是可能有些特别好的一本书呢，一辈子每年都是看一遍，每年都是看一遍，最后自己的原来的这种习惯呢，就是变成这个书本上的，或者说这个智慧的思想的一种生活，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具有思想的这种人，就这是第一个问题。まあこの質問に対して、まず経験のある先生の前、知恵のある先生の前、長期的に習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それができなければ少なくともインターネットで良い先生の説法を、長期間に、聞くこともできます。仏教の距離というのは深いものですから、長い時間かけ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もし小説のような感覚で読んだら何の知恵も得られないです。さっきご飯の時間も安富先生と話したように、若干の証拠証中間証拠論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論章で、私は昔、私の先生の前この教えを受けて、最初私は読んでも分からなくて、それから私は勉強して、そして人に教えて、そして翻訳して、そしてこういう論点はとても精通になりました。ですから一つの良い論点を選んで、長期間かけて勉強すれば、例えば1年1回この論章を、習えば読めば、自分の心とその論書の知恵は一体になります。そうすると知恵を得られます。第二个问题，可能我们经常我们的习惯上呢，别人就不喜欢别人就说我的过失，我自己也不喜欢就跟我关系不好的人相处，这是我们
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但如果我们是一个修行人，修行比较好一点的话呢，我可以就借助他，依靠他的这种不好的行为呢，对我有进步。嗯，以前藏传佛教里面有一个叫阿底夏尊者，他经常带着一个特别脾气不好的弟子，就因为经常就是靠他就是修安忍，就所以我们修行的这种对境呢，就是经常会出现的。还有一种比喻，有一种药，它是有毒的，然后一般的人就是把很害怕毒，就是把它放开的。但是有些高明的医生呢，就是把这个毒呢，就是配成药，就是他看到毒以后呢，他不害怕，就是马上把它配成药。同样的，我们有些没有修行的人看到敌人很害怕的，如果有一些修行的人呢，就是把它当作一种修行的祝愿。就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人的根基和层次不同，看根据你选择哪一个。私たちはいつも私たち嫌いな人に批判されたり、そういうことを望んでない、これが嫌な気持ちがある、これは通常な状況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でも本当の修行者だと向こうが私に対する悪意、害という行為に対してこれを生かして修行の道に転換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例えば昔のアディシャがいつも一番性格悪い弟子を連れてて、その弟子を通して自分の忍耐の修行をしました。例えば毒のある薬は一般人は普通の人、医学知識のない人、この薬見たら絶対触りたくない。でもその経験のある医者だと、その薬、毒のあるものを薬に変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同じようによく修行できる人ならば、敵のことを自分の修行の道に変換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でもそれぞれの状況、それぞれの人の状況は違いますが、違いますから、ですから自分に合うもの、合う道を選んでください。まだまだたくさん質問されたことあると思いますけども、残念ですが時間が過ぎてしまいましたので、最後に戸田地先生にですね、拍手で感謝の気持ちを表現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